一个龙，一张床，到底是囚笼还是家？香港油麻地庙街，慈济人摸黑走进旧公寓，爬了六层楼，抵达龙屋送祝福包。平安，健康啊！我哋呢个社会咧，一定要和谐平安啊，同埋安全。另一处是位于大厦天井底与龙屋一般狭小的棺材房。祝福你啊！祝福，梗有帮助啦，有得食噶嘛。有得用啊嘛。昏暗空间隔出一间间棺材房，底层求生，这里的时间似乎特别漫长。完全唔会知道，其实有班咁嘅比较惨嘅，生活紧喺啲唔系好好嘅环境里边。睇过好心啦，咁啊珍惜依家自己所拥有嘅嘢啦，尽能力帮到社会有咁多就帮到咁多啦。这些年轻志工都是同一个连锁饭店集团的员工，防疫期间由饭店高层，同时也是慈济志工的陈转强领头入暗角付出。We need to try our best. We always help each other. Remember the Buddha's teaching. Share our love, our compassion, and try to be a better human being. 都有感而发，就系觉得自己其实都好幸福嘅。今日真係花少少年力去，即係幫到一啲即係基層嘅人啦。咁其實個心都好開心嘅。每份素食餐券和净私资粮都由饭店集团赞助，经济停摆时，企业的社会责任发挥爱心最大值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胡美珍、卢志德、李建平，香港报道。